谁会是我们今天的冠军，就看我们最后一对街头裤搭配的是蝴蝶姐姐。好搭哦！哇 ！Hello。你们知道现在有一个状况吗，蝴蝶姐姐？什么状况？你们是最后一组出现啊，但是如果你们跳的没有超过47分的话，就没有钱。可是我现在不紧张是骗人的啦，我很紧张。我们还没有问到那一题。我想说，不是大家出来都会问紧不紧张吗？请问你今年的目标是一定要得到这个冠军，还是说只要没有跳错就好？我希望就是可以得到冠军，因为毕竟我的舞蹈底子这么厚。真的吗？那你说你觉得林若雅的舞蹈底子多厚？她在哪？她不在，她不在，她不会这样吧？所以你比她厚了大概5倍耶。对，而且她刚刚跳得很性感，对不对？我们等一下的舞也很性感，完全为我量身打造。没错。那今天跟蝴蝶姐姐搭配抽到的不会啊，跟他跳太开心了，他开心死了，抽到我，你怎么知道？不需要你来讲好不好？还问人家嘛？你要你不在，他们要讲一下心情啊，假装你不在啊，对不对？我不在。怎么样？然后一听到是蝴蝶姐姐，大家心里都扑通扑通跳。男生啊，就是真的蛮开心。蝴蝶姐，你知道吗？他们这一团就是要来拿冠军的，所以你的目标啊，我知道啊。我们那个有一些动作啊，就是四万，像你在设计的，有设计40000就对。而且他们台中人太好相处了，我不能让他们就是空手回去。好，我们先看你们带来的表演好不好？蝴蝶姐姐以及街头裤。这次街头裤合作对象为风靡于儿童界的蝴蝶姐姐。在第一次见面时，蝴蝶姐姐带着紧张兴奋的心情来到舞蹈教室。在经过简单寒暄之后，阿 Ken 也向蝴蝶姐姐说明这次舞蹈的风格。这次的舞马将颠覆蝴蝶姐姐的可爱形象，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大突破。今天的挑战就是有三个大重点。第一呢，蝴蝶将变成战难度极高的地板动作，蝴蝶姐姐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未知挑战呢？你好，观众。蝴蝶姐姐第一次的暖身基本功，尽量用颈部的感觉，对，肩膀不能动。哦哦啊哦哦，那你就吃不到了，颈部哦。对，来。在基础的暖身之后，马上进入今天的舞蹈训练。而接下来的挑战即将让蝴蝶姐姐从天堂掉入地狱。那那个肢体部分啊，一小段部分是 OK 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重点的时候，就是女生的 breaking time。经过简单说明之后，立刻进行地板动作的基本教学。对从未接触地板动作的蝴蝶姐姐，即使拥有多年的舞蹈经验，做起来也相当吃力。
非常专心跟着其他团员学习的蝴蝶姐姐，努力记熟每一个舞步，反复练习动作技巧。但在过程中，蝴蝶姐姐却频频出现不稳甚至手脚没力的状况。出身的蝴蝶姐姐有相当的难度，一再的反复练习之后，蝴蝶姐姐将配合音乐进行第一次的地板动作舞蹈挑战。动作不顺的蝴蝶姐姐在接下来的舞蹈验收中将面临学舞过程中最严重的打击。有舞蹈底子的蝴蝶姐姐在这次的验收遭到严重打击，而面对意料之外的打击，蝴蝶姐姐与街头舞能顺利完成演出吗？我问了一样东西，师傅就耍我走，其实虽然出在泰国生活和发展居住，那我就大了之后就真的顺利，不能够在红馆开演唱会刘德华。 Big Boys Club 今晚11:30 J2，多謝曬。少女漫畫排住隊崇拜。戀愛物語真係一本好有 heart 嘅作品啊！為咗唔好破壞讀者嘅幻想，你幫我變成美麗嘅蝴蝶啊！天才畫家執面目示人，少女漫畫家肯花寶石嚟啦！粉紅係男孩，星期五晚10:30 J2。遊天地，雙腳滿足好奇，豁出去發現世界之最。全新一輯《冒險王》，星期一晚8:30 J2。时间系好宝贵噶，失去咗嘅时间系冇得翻转头噶，所以要做就要趁而家。呢个系一生只得一次嘅高中一年级暑假嚟噶。梁公专业 D U 1，星期六晚11:30 J 2。大赛在即，一波未平。点解你喺韩国唔再打跆拳？你个跆拳道嘅败类，根本冇资格再打跆拳。一波又起。唔该你同真妹解释，我哋之间真系冇嘢啦。愿唔愿意我做你男朋友？恭喜你哋喺埋一齐。我要退社。热血青春，星期一至五晚7:30 J2。2010年度劲歌总选最受欢迎男女歌星登场，新剧解救《隔离七日情》，马俊伟、黄宗泽，刑警大贼，酒店斗法，专访郑欣宜，誓要争戏圆歌星梦，随书附送李成泽兔年风水运程。TVB 周刊今期一书三册出版咗啦。是街头酷与蝴蝶姐姐的另类组合。Hello, West.
stay loaded, this headline clips. I stay grounded as the amount's rolling. I'm real, I thought I told ya. I'm real, even on the rough. That's just me. Nothing phony, don't hate on me. 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see. Don't be fooled by the rocks that I got. I'm still Jenny from the block. Used to have a little, now I have a lot. No matter where I go,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Way I'm looking at you. Don't feel me, baby. It's just judgment. Feel good, right? Listen. I got a notice in one night. In your colorful face. It's kind of weird to me since you're so fine. If it's up to me, your face will change. Grab a friend, see, I can have fun with two. Or me and you put on a stage show. In the mall, kids, that's how the chain glow. We could buy a man, pumping nerd in the deck. Funny how a few words turned into sex. Play number three, joint called brain. Ma took a hand, made me swerve in the lane. The name malicious, and I burn every track. Clips in J. Timberlake, now how heavy is that? Never thought it would end up this way. Drums.没有一个动作是偷懒的耶，每个动作都扎实的耶，真的耶。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走走走背对后面的时候，我手这样发抖，没有力了是不是？就是还是很紧张啊。我还是会紧张。对，其实那时候就是知道，我们都搜寻很多蝴蝶姐姐的影片，然后发现其实她舞蹈底子真的有这么厚，就帮她安排了很难的舞蹈动作，她都做得到。真的，我大拇指扭到呢。还有小地板。哪边的大拇指？脚啊。脚的大拇指会扭到，你要怎么证明给我们看？她现在好了。现在好了。Alex， 他们这一组表现得如何？蝴蝶姐姐表现非常好，谢谢老师。然后开心了。每一位的造型都很用心，非常优秀。那就送你们五个字吧，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蝴蝶姐，真的。我送你们六个字。哦。青春、阳光、欢笑。我想到我以前呢，真的就是这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而且蝴蝶姐姐除了可爱，真的非常非常用心跟努力，加油！谢谢哦，被前辈这样夸奖，开心啊！谢谢。那我送八个字给你们：武林大道有你真好。哇！好的，其他瓶子很尴尬，这样现在在想着我来了，想哦，每个人都要想哦，好酸。因为我觉得蝴蝶姐姐啊，我以前看她就觉得她是一个孩童，就应该是跳那种小朋友小甜甜呐、儿歌那种，对，儿歌那种。可是其实她的舞蹈，你的肢体真的不错，你是有爆发力的耶。我刚刚超用力的，我的身体都快散了。对，我一定要用你可以的。You, grab a friend, see, I can have fun with two. Or me and you put on a stage show. In the mall, kids, that's how the chains go. Goodbye, man.而且啊，我觉得其实你肢体的韵律感很好，因为其实这段舞蹈整个编排是有复杂性的，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舞蹈，而且包括走位，你的走位也蛮复杂的。那我觉得你在整个当中，而且很多位置你是站在 center， 那你站在 center， 同时你的眼神是不慌张的，这一点很难得，真的。我学刚刚那个艾莎的，就是你学艾莎哦，对啊，就是性感啊，迷蒙啊。我你迷蒙给大家看一下 ，action。你是在睡觉吧？要配上音乐，配上音乐就好。阿米老师给他一点性感的音乐啊，来准备，性感 ，action， 眼神。
还可以。不是，因为我刚刚看过雅姐有这样弄头发。哦，你都会注意其他人。我在偷学他们的招。优点对不对？对。那你有学到陈汉典的优点吗？那个太难了。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在练舞的过程啊，蝴蝶姐姐一直试图把我们带到那个，就是你知道天生欢乐的世界，结果被我们发现了。我有编一段，可他们完全不采用。哦。那我们评完分以后，来这个是加分的，好不好？我们先评分，这一组呢，到底有没有办法拿到四万？你们刚刚有一个四万的动作，再来一遍。四万，要超过多少分？47分。评审们，3、2、1，请给分。盛峰老师给的是8分 ，Alex 给的是10分 ，Billy 姐给的是8分，刘真老师给的是10分 ，Kimiko 老师给的是10分。总分加起来是。46分，差1分。哇，只差1分呢？怎么办？4万差1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最佳进步奖，还是有2万块的奖金，因为你们表现真的还是惊人。对，你刚刚带一下他们的舞蹈，比较可爱的那种啊。他们都每次都是很专业啊，你要可爱的给他们。你本来想要编排哪一段被拒绝的？秋不见，要再一次秋不见，你要就是差不多讲，差不多是这种风格。可是这样你根本连我看连30分都没有哎。他们好险没采用，46分了，46分很高，对，但是就差1分。不过你们一直是承受瞩目的一个队伍，那也再接再厉了，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街头酷，恭喜你们了，表现得非常好。在这次的合作赛中，虽然街头酷与蝴蝶姐姐未能夺下冠军宝座，但他们展现出快乐跳舞的精神。